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说那个浙江舟山那边啊，出现了红色的天空啊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它也不是说成片，那整个都没是了，一个它是区域。闪动！我靠，啥情况啊？我去，这到底是啥呀？好坑啊！世界文明毁灭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子啊，看一下子，看到两个飞碟啊。两个飞碟，嘎一下子相撞，两个飞碟相撞啊，两个飞碟相撞啊，两个飞碟相撞，两个飞碟相撞以后，在空中发生了猴子的爆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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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猴子哪里来的？就是在那个，就是在。就是在那个舟山那一带的，海边上，起出来的，海边上起出来的，海边上起出来的，我们以前研判当中啊，已经发现那边有个叫秦山核电厂，那边核电厂经常把这核废料直接往海里抛啊，直接往海里抛，这一次啊，那个两非典起了这个猴子以后啊，他们要警告人类，怎么警告法呢？以前在地下相应的时候发生地下爆炸的产生地震的，产生地震的话，人家就认为就是个地震啊，司空见惯了啊，司空见惯了，所以说地震已经对人好像没多大感觉了啊，所以啊，这一次来一个在空中。爆炸，在空中爆炸啊！在空中爆炸，然后两个飞碟跟相撞一瞬间呢，核物质聚到一块，嘣产生了爆炸以后，连了又分开了，就一瞬间的爆炸，嘣产生了这个红光了啊！产生了红光，产生了红光啊！是核物质的爆炸啊！是核物质的爆炸啊！好啊，那是故意的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！好。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